OK， 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来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来了，有没有觉得很惊喜？等一下，我吓一跳，你怎么来的？当然是有人载我来的。真的，他出国就是以前开医学会以来，我可能是第一次到机场来接他，因为也是他出国应该是最久，比以前那个南向政策还久嘛，应该是啦。对，就是算出门最久的几次，出门最久的一次啊，所以也是蛮想念。刚开始一个礼拜还好，后来两个礼拜之后就觉得就觉得一个人有点怪怪的啊，到第三个礼拜就觉得真的好想念，所以今天幕僚约我来了，就一起来了这样子。我什么时候会正式领表登记吗？那明天就去处理了。会没有正式的记者会？啊？正式的记者会？正式记者应该是报名完审了以后，审了以后要，就说我们党内通过以后会有个正式的记者会嘛，应该。520之前吧，现在还是现在先回去办手续。